飙，似虎咆哮，狂飙狂飙似虎咆哮。我们吧，连我才偷学了一点儿。我们家的规矩是，传儿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。哦，嗨！我们多磕几个头，可灵了。放心吧，你们会平安平安的。孙子，妈，这次进香能还愿吗？能。啊，你小心。哎，孩子，一定能。啊。看见我的平儿，大娘，你的平儿怎么了？我的平儿刚刚还在佛前上香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天哪，我的平儿哪儿去了？平儿，平儿，平儿，师父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平世界，大白天，佛门圣地还会丢失姑娘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六根清净，佛法法地，尘世一概不问。阿弥陀佛。只怕是佛法法地无法，六根清净不净，这大雄宝殿也被你们玷污了吧？阿弥陀佛，礼佛时辰已到，施主请便吧。家太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站住！
站住！扎太，扎太，你不能去！爹，爹，扎太，岂能看着恶人为非作歹？扎太，你不能白白送死！光天化日之下伤害百姓，岂能饶他？他使的是黑沙掌。扎太，眼下你还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能找他白白送死啊！只有学的鸳鸯腿，才能战胜黑沙掌。鸳鸯腿，到哪儿去学？凤兰卖艺人中有高手。爹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记住，那人满脸大胡子，右脸中了我的暗器，有铜钱的伤疤。爹，爹，爹，爹！黑沙掌啊！不，爹，我现在就去为你报仇。哎，家爷，大家爷嘞，老爷爷好，今天的多少钱？你这人要干什么你？啊，有铜钱的伤疤。你疯了？你这人太不像话了！你要干什么你？你这是岂有此理！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。欠你的钱，你给我滚！你家长官不讲理，货钱不给还打人？打人？不讲理！打的就是你！你去！他妈的，打伤赔钱，打死偿命！你再敢来，让你尝尝我家大哥的黑沙掌！你等着！黑沙掌。站住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家大哥黑沙掌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！你是什么人？去你的！快滚！啊！
饶命，老爷饶命！你家大哥黑沙掌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不说？说说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说，我说，他现在在南海酒楼。来，他已经死了，你的黑沙掌真是名不虚传呐，送他上了西天。无名鼠辈还敢逞强？是啊，扔到海滩喂鱼鳖下去。Thank you.
儿不孝，没有听您的话呀！儿一定去学鸳鸯腿。先生，你们是凤兰艺人吗？不是，我们是马戏团艺人。你们是从凤兰来的吧？嗯，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青云岛上著名的马戏团，听说过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我看这小伙子挺精明，我们正缺个底座，留下耍把戏怎么样啊？不不不，哎，吃穿免费，每月2块银元，绝不亏待你。不不不，起来，爹儿那个响叮咚哎，听我唱支祝福歌，姐妹那个齐声和哎。给我拖到地牢里去。是，走。大爷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瞧，鞭炮都给您烧好了。哎，美人儿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今天海滩集市，舒展的艺人，甭提多漂亮。怎么美人吃味儿了？
啊。这位大叔，这卖艺的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凤来有名的蝶舞，哦，看看吧。凤来人，就是他。大哥，我没说错，多水。哎，小妹妹，你们是凤来人吗？啊，你们的老板是谁啊？是他。哎，还真水灵。拿去吧。嗯，小妞儿，你要是跟了我，金山银山我都有。没错。哎金山呐，站住！哎哎，哪儿跑你？来吧，小妞儿啊，上！哎呀！嗨嗨哎嗨哎哎哎呀哎咦哎呀！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是不是鸳鸯腿？
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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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他妈快走！他们滑，上头，走，进去，走，我进去，现在翻头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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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，快点，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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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住！小娘们，老实点，怎么着？不乐意啊？老实点，老实点。大哥，请过目。嗯。嗯，小美妞个个长得还他妈真水灵啊！把她给我留下来！哎哎，来呀，走！把他们给我看好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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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！大哥，大哥，嗯，那个小娘们儿可是如花似玉、水灵灵的啊！嗯，哎，咱们兄弟该做美梦了啊！好长时间没他妈开荤了！一帮废物！啊！你们竟然放跑了那个死里逃生的臭小子和那个小美妞，还他妈想开荤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别发火，有话好说。不就那个愣小子和那臭丫头吗？赶明兄弟我把他给抓来。放屁！你们抓得了吗？嗯？你们知道他使的是什么功夫？嗯，不知道。那是鸳鸯腿。嗯，鸳鸯腿，鸳鸯腿，鸳鸯腿，大哥，那可是你黑沙掌的死对头啊。嗯，哎，我看那妞很可能就是朱家的后人。扔到海滩那个愣小子他还活着，不知怎么着和他们勾搭上了。勾搭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看那妞的鸳鸯腿只学了三分，眼下还不是我黑沙掌的对手。哎，哎，啊，大哥，嗯，您看那些妞啊，嗯，按老规矩，就一晚上啊。好，明天一早上船运到南洋。明白了。大哥，今天幸亏你舍命相救，要不然我……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理所应当。我与那黑沙掌有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哎，我那些姐妹们也不知下落如何了。哎，可惜呀，我武艺不高，眼睁睁看着仇人把你们姐妹抢走，我却不能相救。别说了，我们走吧，回去找到我爹，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。姑娘，嗯，我有一事要向你求教。向我求教啊？今天你和那些恶人相斗用的是什么功夫啊？哦，是鸳鸯腿。鸳鸯腿？嗯，你说的对，就是鸳鸯腿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哎呀，大哥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子吴家泰，父亲被黑沙掌害死，临终嘱咐于我，要找到凤来艺人，学会鸳鸯腿，报仇雪恨。我浪迹天涯，四处漂泊，为的是学功夫报仇。今天
三生有幸，得见高手，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吧。大哥，快快请起。你若不答应，我就跪一辈子。好好好，我答应，快快请起。请再受我一拜。快起来吧，快。大哥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父亲的鸳鸯腿才是祖传的绝世之功。哦，可是我们朱家的规矩是传内不传外，传儿不传女啊，连我也是偷学了一点鸳鸯腿功夫的。姑娘，请你一定要带我见到你父亲。嗯。黑沙掌那是一伙强盗，是土匪，他们霸占庙宇，冒充佛教徒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过去我开镖局为来往商客保镖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拦路抢劫，只有我的鸳鸯腿能打败他们。我们是死对头了，没想到今天又劫到我们朱家头上来了，实在可恶。幸亏这位大哥舍命相救，要不然女儿也落在黑沙掌的手中了。啊，小伙子，救命之恩理当重谢呀，请受老汉一拜。哦，朱老弟。哎呀，不敢。朱老弟，拔刀相助是我们的本分，恳求朱老弟收下我这个徒弟吧，学得鸳鸯腿，为我父亲报仇，救出姐妹们。哦，孩子，不是我不仁不义，只是祖上有家规，我也起过誓，传儿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呀。老爹。啊，老爹。老爹。小兰。小兰。小兰。一起。小兰，那些姐妹呢？他们要把姐妹们卖到南洋去。啊，明天一大早就上船。这回是九个。嗯，马上送上海轮，以防万一。啊，立刻上船，上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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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见没有？快，快点。轻点啊！站住！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啊，爹老了，不中用了。爹，
喝碗热茶暖暖身子吧。今天早上太凉，你和黑沙掌又打得那么激烈，怕是伤了筋骨。好，放下吧。哎，爹，你的腰。不要紧，你去吧。啊。哎。嘉泰，你怎么了？姐妹们救出来了，可我的仇还没有报。你爹又病了，鸳鸯腿又不肯交，这样下去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啊？嘉泰，我有个办法能让我爹教你。嗯，凤妮儿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们的家规不是传内不传外吗？嘉泰，你要是什么办法，你快说呀。你要是成了我们家的人，不就符合我们家规了吗？我成你们家的人？木头疙瘩啊。凤妮儿，嗯，你是说你做我的媳妇儿？啊，傻呀。凤妮儿，凤妮儿，嗯，我，哦，这太好了，咱们马上找你爹去。嗯，爹。嗯。爹，咱们的祖传绝技鸳鸯腿不能失传呢。嗯，我们俩恳求爹爹从现在起教我们鸳鸯腿吧。孩子，不是爹不教，是咱们祖传的家规不能破呀。爹，嘉泰我们俩愿意孝敬爹爹一辈子，做咱们朱家祖传绝技的继承人，恳求爹爹满足我们的心愿吧。嗯，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我们朱家祖传绝技终于有了传世之人呐。孩子，爹爹答应你们。啊，嘉泰，快给爹爹磕头。嗯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快起来吧。啊。朱老头，嗯，被大哥打得病卧在床，他还把那个臭小子招了看门女婿了。哦，现在那老家伙正硬撑着教他们鸳鸯腿呢。啊，他妈的，哼。大哥，他的女儿女婿要是学会了鸳鸯腿，那可是如虎添翼呀，可就更不好对付了。啊，嗯，趁他们羽毛还没有锋呢，那个猪老头给抓了。大哥，我有个好主意，快说。他们
刚刚学鸳鸯腿，把那个老头给杀了，那鸳鸯腿不就学不成了吗？好，砍杀了这个老死的，我的黑沙掌就可以独霸一方了。学好鸳鸯腿，意在其中，站着为熊，矮着为虎，脚下似盘龙，出腿如流星，野牛蹬腿，扫竹尾，里合外摆，偷敌腿，前为正，侧为边，置敌于死地，为立点。老爹。爹。不要紧，孩子，你们要刻苦的练功，学好鸳鸯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要练成鸳鸯腿必须要下苦功夫，练得全身像钢筋铁骨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要练鸳鸯腿的各种基本功。嘿嘿嘿嘿嘿背要给劲，腰要放松。浪涛似龙腾飞，浪涛似龙腾飞，浪涛浪涛似龙腾飞。狂飙似虎咆哮，狂飙似虎咆哮，狂飙狂飙似虎咆哮。伸直，后腿要打胯，听明白没有？
断。过来，过来，老爹。爹。我们朱家的祖传绝技鸳鸯腿的招数功法已经全部传授给你们了，但你们俩的功力还没有达到鸳鸯腿的要求，因此虽然你们招数都学会了，但还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，也不能战胜黑沙掌，你们还需要苦苦的练功夫啊，啊！要练就一身钢筋铁骨，飞起鸳鸯腿，树可折，石可断。你们什么时候练到了这种程度，祖传鸳鸯腿的绝技才算真正学到了手？但要切记，就是练成了鸳鸯腿，也不要让对手击中你的后心窝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要害处啊。老不死的，今天我让你称霸一时的鸳鸯腿死在我的黑沙掌手里。哼，黑沙掌，你欺人太甚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们绝没有好下场。上。老爹，爹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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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去去。弟兄们，打！凤妮儿，爹，我爹呢？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爹。老爹，爹，老爹，快醒醒！老爹，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爹，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。
凤妮儿，家泰，我们成功了。走，凤妮儿，我在这边。嗯，你在那边。哎，开始吧。方丈在哪里？快领我们去找。施施主，我们方丈行迹莫测，我不知道啊。嗯，不说实话了，我宰了你。施主开，施主开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这个方丈凶得很，他这一伙人把我们寺的方丈和师傅们全赶跑了，只留我一人给佛添灯油。你要是想见到他，你敲那个大钟，他就会来了。哼，快，你去敲钟。施主，您饶了我吧，那钟太高，我够不着啊。钟怎么吊那么高？施主，您不知道，我们方丈武艺高强，只有他一人才能敲响。施主饶命，施主饶命！我要是把他敲响了呢？你要是把他敲响了，我们方丈会马上赶来的，因为除了他，谁也不许敲那钟。哼！哎！走走。
谁在敲钟？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你是什么人？是我，吴家泰。你还活在人世啊？哼，阎王爷他不肯收我，大仇未报，哼，岂能瞑目。无名小辈，乳臭未干居然敢来送死。走。
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逃命去吧，快！求求菩萨，保佑我的平儿回来吧！菩萨显灵，保佑他快回来吧！妈，平儿，妈，平儿，妈！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这放过这个小娘们，截住这个臭小子！哎，是，明白。
呀！终身去，
一样的深仇大恨，一样的痛苦悲戚，一样的遭遇，把我们紧紧让我们一直走。